每种品牌的车标 logo 看似只是一个图画，但却包含着整个企业的文化内涵以及表达思想，甚至是传递企业文化理念的一种标志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许多品牌的车标从初代的 logo 换代更替，从而塑造全新形象，赋予时代意义。就像是世界知名豪华汽车品牌 BMW 宝马，它和蓝天白云车标在经历了18年的风霜，又将更换成黑白色调，给予 BMW 注入新的企业形象文化，灌注风格活力。不仅是一些知名豪华品牌汽车，就像吉利帝豪、长城等一些汽车品牌的车标也在更新换代，注入了全新生命力，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在最近，一汽奔腾也正在筹备更换车标的相关事例，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备案，似乎它的转变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而这次的新车标包含了以往车标的一的意义，从整体造型上赋予了全新的轮廓感。据了解，这次一汽奔腾更换车标周期并不长，在上次更换车标7年之后又再一次选择更替。从财政报表上来看，一汽奔腾在2017年的盈利入不敷出，亏损50多亿，而在2018年度预计销售量48万辆，截止至上半年为止连一半都没达到。这次历经7年沧桑，再次决定更换车标具有改革的意图，表面看起来是想换换风水，一改亏损的迹象。一汽奔腾在如今汽车科技时代，不论是科技智能方面还是新能源方面，都跟不上其他大部分的汽车品牌，而在技术方面采取的也是老旧方式，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智能科技。而在汽车舒适度上，对比其他的也是欠缺了一些，看来48万的销量有点难。奔腾 T77 将会是换标后的首款车型，希望换标后的第一款新车带来转机，但是一个汽车品牌盈利可不是换个车标就能带来的，希望这次更换车标的意图便是改革技术，给一汽奔腾重新再来的机会。